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袂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让人听，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什么是输，什么是赢，要沾拼一定输定。什么是有，什么是命，打拼草头啊也会出名。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暂时的成功免大声，也不知输赢。金色的爱情也会孤人行，啊免悲伤，啊免着惊，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些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又搁加到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第二个这个单元。那么咱现场电话0829777138，现场电话0829777138。那么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咱董树林。定清的这个电话0829777138，做你个利用过来吼，啊，咱即马现场吼，来看一只社会新闻啊，吼，这依然是汤氏案，哦，就是讲警管局的吼，警管啊突查啦，哦，突查就对了。哦，汤氏案凶险，险啊，都叫我走去。哦，险啊，叫我走去。来，咱看内容。这是《中国时报》综合报道。鉴定侦办桃园汤氏案，搜索逮捕主嫌，但又见的时阵。这里刚才不是读作奸哈。那么意外发现，移民署通知陈嫌哈，啊，这个老人勒索案遭受到警管
的这个功涵哦。单车以拍照透过这个现场啊来告知的，吼吼。较早的时阵啊，单独吼，单的时阵啊，独运的时阵啊，难来哦。走路进前吼，也的时阵啊，应开风拍啦，加上专案小组以监控，无可以漏跑去的哦。其他三个人都因为无带伫户籍的这个所在，吼、哦，也是伫个状况之外，吼、哦，因为安怎讲？因为伊都按照这个户籍，吼、哦，啊去咧要掠人哩，吼、哦，啊去甲围哩，结果伊人也无伫个户籍的这个所在啊，啊，所以你会顺安尼啊掠无嘛？移民署长强调。十九日接获桃园地检署来函啊，这个陈友坚温金亭等四个人，因为路人勒索案依法禁止出国，文中未记无字迹就对了哈、哦。那么个。当时去通知，或者是讲暂缓通知当事人啊。该署以移民法23日限过通知四名当事人啊。那么四个人不服，会当向桃园地检署申请撤销啦。过程无违失的。根据了解，那么类似差错过去嘛，曾经发生。检察官，吼、哦，啊，这个警官通知是依据入出国，依据到移民法第64条第五款，在。对象出境的时阵，暂时留置并通知检警。但是的时阵呢，移民署认为讲，检察官是以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限制出境，符合该法第6条第三款，则通知当事人就对了。根据指出，桃园警方受理。家属报案了后，展开侦查、侦查啦，哦，但是可无突破。原因就是伫个被害人陈文燕的这个某未交出甲陈友坚联络伊的这个手机啊。那么，等甲刑事局。侦查队工作专案小组侦办，发觉讲这个电话基地台依然是伫个陈家来出现，那么向陈车了解，才有这个进展就对了啦。那么气焰限制出境，陈车先报讯。哦，专案小组另外依据使用车辆查出的是哪样？这个温金亭啊来涉案，并追出主嫌陈友坚、陈世伟等人啊。桃园地检署伫个4月17日函请移民署对陈嫌等人实施。警官通知，移民署则认为讲是对相关人限制出境啊，哦，则以出入国、入出国以及到移民法通知当事人啊。移民署伫个23日以挂号寄送，
检定二十六日透早受梦了后，才发觉讲，陈友坚的这个某，伊透过手机啊，软体现这个算现场，将到公文拍照通知陈的啊，陈嘛交代因某准备逃亡的这个物件，哦。那么李温呢，因为无住伫这个户籍的所在地，还佫唔知影被告知啦，哦。走到的时阵，安尼啊，高阳伊的这个陈世伟，哦，伊厝的人嘛，敢若知影有挂号的这个批，来不及啊来知影这个内容就对了，哦。陈独稳难耐，哦，走路进前还佫咧搞风拍，哦，比例啊。专案小组表示，好咧，加在实施警管通知的时阵，已对相关人进行监控，并且掌握因对外通联记录，以及着可能，哦，伊的这个厂的这个所在。那么，才有法度通一句啊来收网呢？尤其是陈友坚，吼，这个毒瘾难耐，啊，搁加辣妹啊，伫个汽车宾馆呢，啊来办轰趴啦，伊是讲哦，啊都，按算讲的算安尼啊，趴趴的吼，啊都要走路啊哩，吼，警方。搜出大包的这个行李，吼、哦，除了换洗的这个衫裤，还佫有将近百万块的这个现金、走路费，哇！你佮想？不过的算啊，陈友坚等人到案了后，供述同款啊，好人涉案啊，吼、哦，辩称讲拢是等待伫个汽车宾馆啊，吼、哦，拢是伫个汽车宾馆就对啦，吼、哦。伊无并无作案呐、啊，原警提出发话地点，又改口讲曾经出去买物件啦，吼、哦，相当的这个狡猾啦，哦，专案小组另外佫查出讲温金亭疑似提供枪支阿人作案，昨已追查枪支以及着毒品的这个下落啦。张贤谈成阿人，吼、哦，关个狗笼啊啦，吼、哦，啊买铁桶啦，哦，伊敢若承认安尼啦，啊人毋是伊杀个啦，我咧买物件啦尔，吼、哦，啊关我有甲关无毋对啦，啊、哦，迄是我甲关啦，吼、哦，啊我着去买铁桶，啊因叫我去买铁桶，我着去买铁桶，啊我着是人个小弟哩，哦人啊叫安怎我着安怎。啊、那么汤氏案共犯之一的这个张强龙，昨深夜检察官复讯的时阵，吼、哦，突然间谈成啊，甲另一名这个算讲绰号啦，吼、哦，叫做阿志啊啦，而这个在逃嫌犯受到陈友坚吩咐，各位弃有替烫。哦，那么三月二十二日下晡，陈文英被押走了后，哦，因开车伫个三峡树那，哦，坐了两点外钟啊，就是安怎，就是要甲，啊，看是要去甲押喺倒就对了，则将到伊关入去树那区甘仔园的这个。废弃的工寮内，狗笼啊，吼、哦，啊来个监禁就对了。伊像是，哦，徛算讲，松了一口气，啊，甲检察官讲啦，吼、哦，敢若讲有话就要讲，啊，无讲的时阵啊，就安尼，吼、哦，就敢若就食袂落，困袂落哩。啊，即句话一个讲出来，种啊，我著讲啊，吼、哦，啊嘛袂去拄调的啦，吼、哦，无是真艰苦。案发
甲今日已经一个月个，吼、哦，有一挂时间吼、哦，啊，拢规个吼混淆去啊啦，吼、哦。但是伊个孙阿娘会记个讲，陈文英比伊，吼、哦，赶紧伫个狗笼啊内面，将近差不多一天啦。隔顿工被押到金沙汽车旅馆，吼、哦，啊来凌虐啦，吼、哦，来糟蹋就对啦，吼、哦。搁再押到的时阵啊，尔陈友坚，吼、哦，这个主体的这个兵啊，废弃的这个汽车旅馆，吼、哦，啊来拍啦，吼、哦。但是伊强调啦，家己无动手杀人啦，吼、哦，押人啦。哦，是买铁桶啊了后，干那负责吼挖水泥呐，吼吼挖水泥呢，啊！啊，恁老公啊，我都比别个人较紧，对唔对啦？啊，我着人着惊哩，啊，都讲个算安尼啊吼。若无照安尼先做吼，连我羊仔要甲我抬落去就对啦。啊，当然我惊，啊，我着照做，啊，恁妈讲安尼，对唔对啦？啊，那么伊做我。哦，这个检警长哦，照地在押共犯张强良哈，伫个树林啊一个所在，赶紧被害人诶，这个废弃工厂意外发觉有2000多粒不明诶，这个药丸啊啦，哦，以及主嫌温金亭诶，这个兄弟啦。哦，不过经检验了后无毒，哦，而且个反应，经请示检察官啦，当场将到两个人啊来请回就对个啦。哦，当然讲请回啦，绝对身份证来我看卖啊，登记啊，对不对啦？哦，啊你即马拢住伫倒位啊？哦，啊来电话方便联络来。绝对是安尼啦，无可能讲安尼，像伊咧写着讲，嗯啊，将有两个人来请回，该遐简单个，绝对一定爱，啊，是毋是身份证有无？吼、哦，啊，时阵啊，是毋是你踮在这个所在？吼、哦，啊，你联络个电话、手机啊，拢爱安尼啦，无无遐简单，所以我就定在咧讲吼，看新闻哦，你爱用头壳啦，莫安尼先去看咧啦，对不对？人简报咱嘛知影，啊人假报咱嘛知影，咱人乱报咱嘛知影，对不对啦？你都爱安尼啦，对不对？啊好啦，休困啦，听两首啊歌啦，稍等下再搁等下来。我看，我无醉哦，是你咧忙，来。共同甲欣赏。我无醉，今暝我也袂醉。你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讲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生活袂当挽回。我无醉，今我也袂醉。是你的梦，
才会将阮当作别人。讲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另外袂当挽回。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另外袂当挽回。想要陪
也想着你，只有你一人，才会予我心平安。等何时会相会？行路旅行，一路顺风回故乡，在港口摇来摇去，大笑船过彼年。想今日路过海边，古拉斯拉一杯酒，在酒店里找袂见马多罗斯，情也醉。江顶十三番地，阮行青春风微微，石头烧了无人影。相相对，影影相随，讲话汤味甜。五彩色霓虹灯引阮踏入爱情池，我一笔记得过去，是你落头好一张。江顶十三番地。春来心情摇动，明日无你心相印，送船去小别彼时，双人心相比。不敢辜负我彼面，饮酒介绍阮心意，看天星茫茫大雨，叹我月娘看平年。江顶十三番地，后来咱继续搁转来现场吼。你即马所收看这部是阿宏无所不谈。咱这节目是每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下晡时两点到四点，由阮有小弟阿宏成坤，甲咱网友共同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吼。后来咱继续还阁转来现场吼，咱现场的电话是台北0229777138。现场电话台北0229777138。那么咱这个电话嘛，和董树林、郑清的这个电话，台北0229777138。那么，咱都只讲这个。
汤溪案哦，因为警管局的孙阿娘去互突车去，哦，啊，所以险险吼，互遮个人啊来选去就对啊，吼、哦。那么，伊这个汤溪案的共犯之一的，吼、哦。这个张强龙嘛，吼、哦，昨深夜检察官复讯的时阵，突然间承认讲，伊甲另外一名，这个算讲绰号啦，吼、哦，而这个阿志的，吼、哦，而这个在逃嫌犯，受陈友坚吩咐去买汽油桶啦，吼、哦，去买汽油桶。所以孙阿娘三月二十二日下晡时，将到陈文燕到押走了后，因开车伫三峡树林内面坐了两点外钟久，才将到阿姨的这个陈文燕关入去树林内面哦，树林区甘仔园哦废弃工寮的这个狗栏啊，来加禁。哦，当然，时间遐久啊，讲的人嘛讲，敢那关一天啦、啊，哦，关一天啦、啊，哦，隔顿讲就搁押走啊哩，押去这个金沙，这个金沙啦吼，沙的时阵呢，汽车旅馆去甲糟蹋啦，哦，当然啦、啊，嘛去。陈友坚，这个主体的这个边啊，废弃的这个汽车旅馆，哦，啊，甲拍了。但是伊伫咧强调啦，家己嘛无动手，嘛无杀人啦，哦，压人啦，啊，甲买铁桶啊了后，就干那负责吼挖的时阵尔，挖水泥啦，其实干那唔是挖水泥啦，水泥那是挖，对唔对？也是要挖。对不对？应该是敲啦，对不对啦？因为迄人的孙阿娘倒头栽，对不对？倒头栽的孙阿娘，甲塞入去这个铁桶的啊，对不对？这个汽油桶的内面，是不是？啊，刷落去水泥啊，水泥啊，掺沙，对不对？附近的有沙有土什么都。水泥去买较方便啦。哦，啊，你了要啥物啊？要刷石啊，都较无啊嘛。啊，绝对是那边啊，若有土、有石头啊，啥物货啊，砖啊，啊，伊就摕来的时阵，就敲敲的啊，对不对？啊，就甲下落去迄个罗兰木杠的啊，铁桶的嘛，应该是安尼啦。伊迄写挖，可能唔是挖啦，应该爱敲啦吼。伊如果检警张照提在押共犯张强龙，伫个树林一个所在监禁被害人，伊个即个废弃工厂，意外发觉有两千外粒吼、哦、不明的即个药物，吼、哦，当然了后就请示检察官嘛，对不对？哦，啊，有检验啦，啊，即个毋是毒哩，吼、哦，可能是即个西药的款啦，吼、哦，啊，就。所以叫两个人哦，都甲叫伊转去安尼，吼、哦，这是拄只啊，咱有讲过啊啦，吼、哦。过来就是讲通风报信，那么警方还未收网，嫌犯都大声收到这个警官的这个通知，吼、哦。那么以这个水泥封尸案。警方收网抓人，却伫个主嫌陈友坚伊个即个家中收到一张个即个警官通知书了。哇，当规个拢吼，规、哦、拢逼空啊啦，对不对？啊，你甲看，啊要抓人，啊，佫先甲通知讲啊，已经甲你警官啦，对不对啦？啊，表示讲啊，你着互知影嘛，对不对啦？啊，当然人着要选啊你，吼、哦。那么，互警方相当的这个立门啊，吼、
安怎啊人啊袂理啊，进前啊警官通知就先报到啊安尼啦，吼、哦，啊人怪凶险紧张的即、這个啊想要逃走安尼啦，吼、哦，原来是移民署的吼、哦、依法在嫌犯遭受到警官了后发出通知给当事人呐、啊。啊，这嘛要注意啦，这对不对？啊，什么都搁发乎伊咯，安尼这嘛唔对呢？哈，那是普通的这个事件呢。啊，伊这杀人的呢，嗯，哇，这种啊，所以我定安尼讲哦。啊，都大家教育唔知咧，啊教安怎教育的啊？这嘛讲到教育，所以我定安尼批就是伫个遐啦。大家讲到教育，拢高中学校毕业的对不对啦？硕士、博士的。啊，佫会什么专业？专业有几年，对不对？啊，佫会煞来受训，吼、哦，也会什么呢？偌久？啊，佫做这个头路，我感觉真奇怪，对不对呢？啊，你甲看，啊，即卖什么讲到教育，哈、啊，高学历、高教育的，啊，连这种的，留啊，迄个都唔知影，啊，你是要安怎讲？吼、哦，对不对啦？所以我定定咧讲吼，迄政府吼、哦，啊，这个无效啦。吼、哦，啊，干那要看迄个文凭啊，对唔对？啊，实际也无咧讲啊，今即个读角是安怎啊？是毋是安尼先？啊，干那看迄文凭啊，文凭是啊，死读书咧，啊，是毋是安尼先？啊，所以我定定伫咧讲，从较早我几，差不多二十外年前，我咧做节目的时阵，我就讲过啊。因为吼、哦，都系两个管道，一个学历，一个文凭，一个哪，一个经验啊。我较早就讲介侪遍去啊，是毋是啊？暂时无啊。最近嘛则有迄、那个去行迄个啥物啊？迄、那个面包的有无？去的时阵啊，摕着外国的即个冠军，啊人要甲聘请，结果伊学历敢若是毋知是初中的、国中的款啊。啊，遮咧讲啊，这安怎？哦，连阿基师都要叫伊去啊，要叫伊去读迄个研究院的研究所的。嗯，啊，其实讲啊，你是要教我啥个啊？对毋对啦？哈、啊，啊，即拢讲我完完全拢我家己用头壳编出来，对毋对啦？啊，你是要教我啥物啊啦？我其实我感觉真奇怪，对毋对？你著干脆讲啊，你有些容易，哦啊，审查团还是讲国家是咧迄落啊？对毋对？审查啊，你即有够迄、那个有够迄个程度，啊，那么你著发挥伊就好啊嘛，是毋是安尼先？啊？安怎？敢若伊咧阿基师讲，啊，你是要教我啥物啊？对毋对啦？你敢会评伊较厚？是毋是安尼？啊，既然大家无评伊，我较厚是安怎？我要搁去遐要从啥个啦？对毋对？所以我定咧讲，这政府就敢若啊，死读壳，对毋对啦？啊，哦，啊你去遐啊，表示一个迄落吼，啊伊就上一寡课，啊无关重要，啊毋是阿基师即门个，对毋对？讲了这个若即门个，你敢会？较赢伊啊，对毋对？啊，你要教伊啥？我问你啦。啊，就是去遐混时间嘞，啊，若就需要安尼嘞，对毋对啦？啊，你著干脆讲啊，确确实实你著有教迄落啊，对毋对？甚至讲啊，迄你专家啊，我无法通做你甲安尼。我是专家，硕士博士，无法通做甲你安尼来。即个审查团对毋对？还是讲迄落啊？来，大家审查一下哦，无毋对。哦，咱人人讲啊，伊这确确实毋免阁教啦，对毋对啦？来发互伊，安尼就好啊，对毋对啦？所以我定定咧讲，政府就敢若要做表面，要做迄款呢，埋没足侪人才，你敢知？对毋对？啊，所以嘛，再讲我定定咧批，就是伫个遐，哈，定定咧批，就是伫个遐，对毋对？像这我嘛知影讲你要安怎，对毋对？伊这是杀人的呢，杀人的嫌疑犯呢。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呢，对不对？你若要发迄，互伊讲什么什么什么一笔警官啊，这根本都是不是安尼先？所以很奇怪，我说啊，啊这么伊都要甲你掠，啊，佫讲我已经甲你警官啊，安尼敢对？对不对啦？所以我感觉这政府呢在创啥呢？我都想无哩，对不对啦？你看这爱批也毋免批，啊？
啊，那么水泥、风湿案、主嫌陈刘谦，吼、哦，也是那呢，在案发了后，行踪就遭受到警方啊的监控，发现伊突然间决定要甲着小弟啊到南部啊来避风头了。那么专案小组立刻收网抓人，却在陈家搜出一张的这个警官通知书。像这种的这个警官通知，通常拢是发予机场，啊，甲会算安尼啊，这个港检单位啦、港口就对了吼、哦。那么但是主嫌家中嘛有一张，人还袂抓到，嫌犯都大声被通知。知影家己被监管，对唔对？去唔是讲通风报信吗？内政部移民署公关新闻科科长徐建林，哦，会用的无通知是两种啦，一种是通缉中伊的这个嫌犯啦，第二种就是讲伪造护照的这个嫌犯啦，另外有特别注明。哦，嫌犯通知对象有三种就对啦。啊，结果的时阵安尼，意思就是讲，伊通报的无甲写，记住人无甲写讲嫌犯通知对象就对啦。安尼伊就甲通知安尼啦。啊，所以我常常咧讲，就是讲你爱看、啊，伊我咧讲，伊这若无写讲的时阵安尼，杀人犯来讲吼、哦，杀人这个嫌疑犯来讲吼、哦。啊！伊咧躲，伊还佫在躲吼。伊这应该要写清楚啦。所以我常常伫咧讲吼，这种的都大家吼，拢咧打迷糊仗就对个啦。包括的时阵，检察官也好，检察拢打迷糊仗啦。这嘛是检察官的疏失嘛，对不对啦？哦，你无写清楚啊！哦，你写清楚讲哦，这个人的时阵就是的时阵已经被通缉啊，还是讲无通缉来讲已经涉案？哦，伫对查，哦，诶，这个人，对不对啦？哦，啊，伊是犯着什么犯啊？对不对？啊，人啊，唔知怎样讲，哦，这代是重大，是不是安尼？哦，啊，伊袂使，诶，啊，奈无写的时阵安尼啊，这个嫌犯通知咧，哦，我搁敲一电话问看嘛，是不是安尼来到代志就清楚啊？对不对啦？所以我常常咧讲，有一挂这种人咧，包括政府的都拢打迷糊仗啊！啊，你想？一挂国家吼，一挂代志拢互遮安尼变到安尼啊！你甲想看卖，哦，我来啊讲对啊唔对？你爱写清楚，人就想哎哦，这重大啊！你敢无写这到底是要安怎？是要甲通知无？你爱写好清楚，是毋是？电话阁召回一个，哪敢安尼讲？哦，无，这卖甲通知，是毋是安尼先？啊，所以嘛，使讲这一挂政府的官，都我定来咧讲啊！啊，饲到这落对唔对啦？有啥物路用？纳税人的时阵，饲到这里有啥物路用？无路用嘛，定在做唔对代志啊！啊，即马做唔对代志，啊，伊推伊啦，对不对？唔敢负责。哦，即个我看到上气的，对不对啦？啊！那么记者伊在讲讲啊，所以这边的时阵呢，无特别记住哦。啊，这个徐建林伊在讲，对。哦，所以阮的孙啊，依法都爱通知伊啊。啊，伊内面无讲哦，内无讲伊这个原因是安怎的孙啊，要甲监管啊，对不对啦？这都无写出来啊。这你应该你在检查官啊，什么啊？你来讲理由啊，是不是安尼先？对不对啦？所以这看起来是这个检查官有问题的啦。啊，通知。这个监管的人，这个看多一个单位，多一个人啦、啊，这个有问题啦，是不是安尼先？由于主嫌陈刘坚并非通缉犯，依法还阁是伫个监管通知发布了后通知当事人。警方表示，陈刘坚伊的这个行动24小时拢遭受到严密的这个监控。伊早就已经插失南飞了，收到警官通知，才想要走，也走未出
警方的这个手掌心啊，哦，这是当时的孙阿奶鉴定勘验死者尸体了后，发觉讲被害人遭受到倒头栽，吼、哦，啊，家的孙阿奶放入去的这个桶仔内，腹肚还佫有长长一道的这个伤痕，是毋是讲还袂死之前，都遭受到残酷的这个凌辱，吼、哦？那么鉴定将进行解剖。了解详细的这个死因啊，啊，咱时间也差不多了，无了到这，啊来结束。期待下一回，同这个网络，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再见，拜拜。